咱过路人的安全是真重要。故乡的这个东光国小呢，这学期伫学校边啊设新型的飘线型人行道，即马像位啊边啊弄划线，轿车或多半是无多停，老师甲学生行路也加较安全。教育局也拍算讲要伫咧其他学校来推广。这条长280公尺标线型人行道，看起来真紧密。学生家己面顶，甲边啊车辆保持距离，嘛予家长较放心。这是当地里长向市府来申请，伫东光国小边啊巷仔内来设立标线型人行道。设立了后，原本停伫围墙边啊汽车无啊，违规停车甲两车争地现象嘛拢有改善。某小朋友讲，伊较敢行路。因为就车子就不会站来这里，然后走路的小朋友也不会被车撞到，受益的哈，对，不只对咱学校的囡仔有帮助，那对于在这边行走活动的居民，我相信也是足好的啦。来看学校另外一边的围墙，那是无标线型人行道，路边拢是汽车，家长看到囡仔伫咧行路，汽车是在招我。校长表示，安尼乱象其实已经有30几档，毛家长分享，伊就捌被车弄到。因为我曾经就是带他来上课，我被就是被车子撞到过，就是侧边肩膀被撞过。对对对，这么危险？对，我是觉得蛮危险的。这摆起户唔那是地新的人行道，各种学校周围斑马线来布设，内底搁加玻璃粉，暗时卖金闪闪。教育局表示，目前已经有10几间学校嘛申请设立标线型的人行道，因会看评估。记者张一辉、柯昭阳高雄报道。